your mind.台北站的冠军，那么第一场的第一个门票会是由谁能够取得呢 ？Charge ready, three, two, one， 恭喜我们马多卡，来给我们Takumi最大的尖叫，好不好？从日本来台湾比赛不容易呀，真的非常的有心啊。